这样的体检方式是正规的吗？全身套进去哦，70公斤，量身高不动哦，吸气，吐气，肺活量2根，来量体温哦。你这个血啊不能挂杯，说明你的血小板含量偏低。不过入口呢润而不腻，说明你这个血脂含量还是正常的。而且呢回甘偏甜，以后要注意一下血糖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哎，大夫，我验个尿。